动画动真格第二十集下一节，这一节也是动画动真格的最后一节了、啊嗯、我继续讲了、啊、我继续讲是、最后尾的环节了，就是这个配乐、声效 sorry， 后期就是剪接、啊、剪接锁片，跟着就是、配对白、啊、对白之后就是配乐，我讲了的了。这一节我最后尾讲是叫特效，特效啊，声效，声效，声效是什么呢？声效叫做脚步声、行声，真实的声音，真实的声音我们叫 Foley， 真实的声音叫 Foley 啦。细效果叫俗语叫细效果，大效果就是一些生意 effect 啦、啊、譬如什么呢？就行雷闪电、掌风、死光、有些氣氛的低頻聲音、啊、這些基本上是不是真實的聲音、啊、真實的聲音就是人的穿衣服聲，穿衣服也有聲的、啊、吃飯有聲的、啊、這些碗筷聲、啊、寫字也有聲的嘛，是不是寫字也有聲，這些就是叫做、真實的聲音、啊、分了兩種的，分了兩種的、其實理論上聲音呢基本上就是當你鎖了片之後呢， 那些配樂那些、聲音設計師呢就會是開始工作的了。其實聲音設計呢都有相當重要的位置的，其實每一個工序都有的，每一個工序都有、一個重要的崗位的，就是聲音的設計員。大家有沒有看過侏羅紀公園？有 很出名。侏羅紀公園裡面的、恐龍聲呢，其實大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而聲音設計師呢就要看看那個的即係佢個智慧點樣設計呢個恐龍叫聲啦？據聞咧，有啲恐龍聲咧係用狗聲啊、雞聲啊、一啲動物聲咧去混合而成嘅，去混合而成嘅。咁呢個係聲音設計師嗰個嘅能力，嗰個創作啦。金像獎奧斯卡金像獎咧有最佳配樂啦，有最佳聲音嘅最佳聲效嘅技術獎嚟嘅。咁呢個可以見到呢、這個。聲效都是幾重要的幾重要的位置的。我見過一個的、我見過好我看過很多的配聲效的人員工作的、啊、電視片集呢基本上都是對著一個電視機的、嗯、看著我這個尤其動畫片添啦，動畫片有好多卡通聲，我哋叫做咩叫卡通聲咧？係啲比較分裂啲嘅呢個聲效，噹噹噹噹噹噹噹，叮叮叮叮叮叮叮，呢啲基本上係氹細路仔嘅聲音啦。咁而喺我做一啲嘅叫做產業片啦，譬如話陀螺、搖搖、美少女變身呢啲，啾啾啾啾啾啾，或者係陀螺，嘘嘘嘘嘘嘘嘘呢啲。這些聲音其實要設計的，其實在那個的聲音世界呢，其實這些是有很多的素材可以用的。如果真的說好像剛才我講到那些恐龍聲那些、喂沒有、聲符沒有那怎麼辦呢？真的要、特別去製作的，特別製作的。而在、我見過很多的、聲音、設計師呢，其實工作室呢其實很特別的。電視片集就冇乜大分別啦，佢都係個 panel 啊，咁喺電腦面前做，尤其是而家電腦好發達啦嚇，電腦聲好多電腦可以做到噶啦。咁但係電影就唔同啦，電影咧因為佢嗰個嘅層次好豐富，那個畫面好大嘅。我見過一位叫做外國人啊，鬼佬啊 ，sorry， 因為我唔記得佢名啦。他工作的環境呢其實是一個電影院，當然不是真實的電影院，但是大屏幕是很大的，基本上是一個小型的播放廳的。當然那位只有他一個，那位只有他一個在那裡做事。為什麼、做電影的配做電影的配、聲效要這麼大的屏幕呢？原來是因為呢電影的層次很豐富，可能呢你聲音呢可能是這個角落頭 發聲的，如果你是小的屏幕呢可能會 miss 了，可能 miss 咗嘅，因為聲音設計員咧，特效聲音師咧，佢唔會睇劇本嘅，佢純粹睇畫面嘅啫。畫面發生咩事，佢就要做呢個聲音出嚟噶啦。
咁所以咧，佢一定要喺一個好大嘅屏幕嗰度感受到呢個鏡頭嗰個震撼性，嗰個壓迫感。哦，可能呢條老鼠招招招招，可能係兩秒嘅啫喎，啊特登嘅話，咁又可能係呢個天氣呢度咧，濕濕有兩下嘅閃電，咁佢都要做嘅。每一個嘅畫面，佢認為會發生聲音嘅咧，佢都要處理嘅。咁所以咧，佢一定係好大嘅屏幕嗰度做嘅。咁啊，仲有啦，就係而家嗰個無論係對白又好，音樂配樂又好，或者聲效都好啦，而家個聲軌好多噶啦，啊，以前就話立體聲啫，而家兩雙聲道，而家唔係，而家可能係16聲、32聲啊，所以佢每一個嘅聲音咧，佢都係獨立聲軌去處理。咁呢個我又唔講太多，因為其實我唔係太熟噶，我只不過係講一啲嘅關於動畫片有關嘅嘢俾大家聽嘅啫。咁配對白嘅動畫片嘅對白嘅剪接嘅，我之前講過啦嚇。配樂嘅亦都講過，大概係同動畫點樣係有關係嘅啦。配特效聲效嘅聲效咧，亦都有同動畫有關係，因為動畫世界咧有好多都係唔係真實嘅世界嚟嘅，唔係真實嘅世界嚟嘅。咁所以係，但係佢有真係會係真實世界度發生嘅喎，有多車啊咁，你都要車聲啊。但係我頭先講嗰啲咩仙女變身啊。陀螺啊，搖搖啊，咁樣基本上啲聲效都係設計嘅。咁點樣設計得好嘅咧？咁係睇個聲音師嗰個功力啦，咁同埋導演嘅指引。當一個聲效如果係要特別聲音嘅設計嘅時候咧，係要導演去聽下，話呢個特別聲效，話呢個人嘅特效發射死光啊，發射一個武器咁樣，呢個係咪要特別設計咧？咁係要同導演溝通，要同導演溝通。咁好啦，大致上咧喺成個嘅呢個嘅後期咧，我就講到呢度啦。基本上我又唔係太過專啦，我只不過係希望係用一啲嘅動畫嘅技術，過去技術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啫。咁當所有嘅後期剪接完成咗啦，剪接鎖片啦，跟住配對白完成咗啦，配樂完成咗啦，聲效做咗啦，之後最後面一個過程咧就叫做mixing， 我叫 final mix。喺每一條聲，即係三條聲啦，配樂、對白同埋呢個特效咧，其實佢處理咗之後咧，佢都會有一個叫做事先混聲嘅，即係由做對白嘅、配樂嘅同埋做聲效嘅，佢會因應翻做曬所有嘢啦。佢因應翻嗰個畫面、那個長短距離，譬如話呢個講對白，有一個人喺好遠嘅喎，有一個人喺好遠講對白嘅喎，咁係咪要細聲啲啊？係嘛？有一個鏡頭可能是兩個人都對嘴對罵的，那些聲音會搭得很重要的，那是不是要處理回來呢？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是會有一個叫 pre-mix 的過程的，就是預先去做了一個混聲先，大概層次大概是這樣的。那去到最後就叫 final mix， final mix 呢是都挺重要的。通常有很多導演呢在個 final mix 的時候呢，都會跟一個混音師，我們叫混音師呢，是一起去處理翻睇住鏡頭，咁啊去將啲聲音去處理點樣配合畫面嘅。我頭先上一節亦都講到啦，通常啲配樂師咧係會將所有嘅畫面咧係會做曬所有音樂嘅。咁去到最撈尾個 mix 嘅時候咧，導演就決定喂呢段喂唔使音樂喎，呢段純粹係靠聲效去表演同埋畫面去表演。或者講對白呢個應該唔應該有任何嘅聲音去影響嘅喎，咁佢就會將所有嘅聲效咧就會抹咗佢，唔要，淨係要 build up 呢條聲效，淨係 build up 對白又好，定係 build up 配樂又好，或者係聲效又好。咁但係咧，亦都要分輕重嘅。咁導演就會有一個指示啦，啊呢、這個對白為先，或者音樂為先咁樣，咁樣去處理翻。這個叫 final mix， 咁係會有一個層次嘅感覺嘅。我曾經係做過一段片咧，就係好相當有即係爆曬音樂嘅。咁導演就覺得喂唔使喎，淨係聲效得噶咯喎，出嚟嗰個感覺咧係
係比有音樂咧係好啊。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導演嘅創作思維啦，創作嘅手法啦。咁去到 final mix 完成啦，基本上成個嘅製作咧就叫真真正正完成咗噶啦，係咪咧？未算。喺上一集咧，我係講到會有片頭設計啦，同埋片尾嘅字幕人員製作啦。理論上咧，嗰個係另外一個嘅製作嚟嘅。咁當嗰邊嘅製作完成咗之後咧，基本上咧就會將個片頭黐上去個片嘅前面，片尾就會黐上去個片尾個後邊嗰度。咁最撈尾嗰個嘅應該係最撈尾嗰個嘅程序咧，就係叫做字幕製作啦。嗱，呢個字幕製作咧，相當之緊要啦，相當之緊要啦。點解緊要呢？因為呢個係牽涉到排名啊。咁喺內地啦，我係之前係做內地嘅生意，做內地嘅製作啦。其實我之前都講過啦，就係工作人員名單，當然啦嚇，邊個做畫台本，邊個做編劇，邊個做中期啊，團所有嘅人員係有一個叫製片統籌咧，係將所有嘅人員名單咧係集合曬嘅。咁有時因為啲唔知咩關係啦，咁啊無厘頭咁擠兩個人落嚟啦，無厘頭重要崗位喎，當然啦。咁啊當然啦，呢啲係一啲不成文嘅行內規矩啦。咁但係其實我又覺得好似又唔係咁好嘅啊。咁當呢個製作人員名單咧之外咧，咁另外仲會有啲嘅叫做協辦嘅機構名單嘅。咁啊，都係一啲贊助機構又好，或者係協作機構又好啦，咁都係要排喺度嘅。排名係絕對分先後，排名係絕對分先後噶。咁啊，製作人員名單係好緊要嘅嚇。咁啊，因為呢個顯示到你係喺呢個片度出過一分力嘅。咁我曾經有位拍檔啦，因為一啲嘅商業理由啦，佢係一個重要工作人員崗位啦。咁係喺毫無理由之下咧，俾一啲有權力嘅人士咧，將佢個名咧係抹殺咗。呢件事係令我相當之不滿嘅。咁但係冇辦法，因為我能力所限咧，我只能夠做到我做唔到呢件事，將佢名加翻上去。咁啊，呢件事都有啲遺憾嘅，都有啲遺憾嘅。anyway 點都好啦。咁啊，其實喺我嘅宗旨咧，就係只要係為咗呢個項目係有服務過。而佢個出個努力係即係譬如話團隊，你唔係我翻咗一日工，跟住啲人第二日辭職，咁就有我名喺度啦，唔係嘅。譬如話佢服務咗一段時間，起碼過咗試用期啦嚇，兩三個月啦，佢曾經係服務過嘅，咁都應該有佢名喺度嘅。即係為咗呢條片係真正出個努力嘅，都應該係有呢個嘅名咧係加同佢嘅。呢個除咗係薪金嘅報酬之外咧。是對於製作人員的尊重的，是對於製作人員的尊重的。那好了，那基本上理論上所有的東西我都講曬㗎啦。那完成了一條片之後呢，就會交俾發行啦，交俾宣傳發行啦。咁宣傳發行咧就已經唔係我熟悉個範嘅啦。動畫嘅宣傳同埋動畫嘅發行咧係一個另外一個故仔啦。咁我唔喺度講啦。咁但係監製作為一個製作監製咧，工作就完㗎啦。但係作為一個總監製咧。就要照顧埋宣傳啦，同埋發行啦，同埋點樣為咗老闆咧回收，即係翻本嗰個工作啦。咁呢個我喺度就唔講啦。咁我喺上一節咧亦都講過啦。咁做動畫其中一個樂趣咧，就係可以用自己嘅能力去幫助到人。咁所以喺上一節嘅片尾咧，我都係播咗一個叫做同一個機構，同一個慈善機構咧，係做嗰個小動畫啦，做幫佢做一個宣傳啦。咁喺呢個片頭咧，咁我亦都係播咗一個嘅一段嘅叫我哋係一個我嘅同事係點樣去追佢嘅太太一個過程嘅嚇，呢個叫做。個人動畫項目啊，咁我就借用咗佢嘅啫。咁其實係呢位朋友嘅仔咧，咁佢係結婚，咁佢想做一段刻骨銘心嘅過程。咁我 anyway 咁幫佢做咗一段，咁佢做得相當之滿意啦。播嘅時候咧，咁啊對新人都睇到眼濕濕咁樣，都好開心啊。咁另外一個咧，我喺好似喺五六年前咧，我做過一個咧係同一個電台咧做過一個咧係比較係。
有政治性色彩的動畫片，在這裡播給大家看看。在這裡我跟大家最後講一句，做動畫片失的當然是錢，得的是不是錢呢，看你們的能力，但得的就是可以見到自己的作品可以在屏幕上面可以給大家欣賞，而更加當然是如果是收到好的 feedback， 大家這個成就滿足感相當大的，亦都另外一個嘅原動力啦，做製作嘅原動力咧，就係你可以用你自己能力咧去做一啲片咧，去幫助到人嘅。咁啊，嗱，我講到呢度，咁我呢個節目好多謝大家喺度聽我發瘋咗咁耐啦。咁如果大家係有啲咩製作動畫嘅問題咧，仍然可以 PM 我嘅，仍然可以 PM 我啊。我會喺網上面咧同大家解答嘅。咁最後尾我獻上一套我自己認為我認為係都有幾有意義嘅短片俾大家睇下啦。喺呢度衷心感謝大家，喺過去嗰二十集對於呢個動畫同真格嘅支持，多謝各位，再見。我嘅一切係香港俾我嘅，香港係我家，我事業有成，有幸福嘅家庭，呢個是我的仔，我是香港典型的中产。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将我最好的东西留给他。无论他想做律师好，做医生好，只要他喜欢，我一定尽力为他达成愿望的。Daddy 啊，我已经决定了做什么了。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你说呢，做律师医生很有意义，很有前途。我有第二个睇法啊！我有更加好嘅决定啊！依家社会咧又冇真普选，又唔公平。为咗我嘅将来，我一定要参加社运啊！我会参加占中。爹哋，你会支持我嘅嗬？喺嗰一刻，我好似突然失去咗佢咁。我个仔居然去参加占中。我一向只顾揾钱，唔知乜嘢叫真普选，乜嘢叫做民主。但系我个仔喺呢方面居然比我成熟。占中唔系我哋玩噶，不过我曾经应承过佢，俾最好嘅佢，就系自由啊！试问谁还未发声？都写我其谁为我成？自己香港，自己。